TJ， 平时你有抠脚的习惯吗？你疯了，有害可能。没有，他这是粉丝提问的，你不信你看一下。我没有啊。没有是吧？那平时滑板有偷过 line 吗？也没有啊。也没有偷 line。 没有偷 line。 那吃饭的时候看什么电视？看 YouTube、 Instagram 或者抖音。抖音什么类型的？好像都是改装了。改装了是吧？哇，你的高峰和高和翔总都一样了。对，要么改装哦，电影解说会多一点。看第一集，如果想看的话就直接点开。对，有没有用减震鞋垫呢？有。减震，对，不用会不会会怎么样？其实也还好，但是如果玩一些大楼梯就会有一点区别。哪次不玩大楼梯啊？你学最慢的一个招是什么招？ Keep it belly 吧。Keep it belly。 Yep。 下楼梯滞空的时间你都在想什么呀？不知道，就想接板。想接板那个。有没有想别的？没有想别的。哪敢想别的，我受伤了。PJ， 你的白裤子是自己洗的吗？训练的时候是自己洗的，训练的时候就漂白呗。哦，漂白是吧？要不训练的话就放家里洗。那你穿什么样的袜子？我靠，长袜。你可以用玩具板参加比赛吗？我可以换一个轴承吗？就是用玩具板，然后轴承可以换一个专业的轴承，那可以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因为他们轴承很容易爆。哦，轴承很容易爆。对，所以我要换一个专业轴承，可以试一下。谢谢 PJ。OK， 热身 ，Let's skate。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有人问。我觉得都差不多。都差不多是吧？就是分几种吧，就性感，然后可爱，还有的那种是吧？是吧？二选一，或两个都可以啊。那我选大方。大方是吧？哇，可以，请吃饭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范佳杰刚才怎么回答的？范佳杰刚刚怎么回答的？啊，我参照一下。他说，范佳杰说是。那人说是都差不多呀，都差不多。哎，你听我说完嘛。他说女生就分两种嘛，性感和可爱的。如果二选一的话，我选择大方。大什么？大什么？对，大方，大方。大方人。大方。啊？啥意思？就是请吃饭的。哦，大方。对。我也理解错了，我以为哪大呢。喜欢大的。瞎掉重录。我喜欢。我喜欢大方。没有，我喜欢。只可意会不可言谈，只可意会。最近不怎么喜欢女人，最近喜欢我的车。